为皮皮检查完了，他说有点炎症，过两天才来检查，他的尿没逼好，过三四天再来检查，这个疫苗也没法打，再检查一次再打。我们回家了，从老家到这里几年那么远，一个多小时走了。打毛毛呀，看着。签到你，那我又学会了。跑了，就拿了一个顺。谢谢，你等了我。好心给你扛完饼回来，你俩就不等我了。那是谁呀？呦，你看你闺女。起吧。站好。妈妈洗手好不好？怎么看的呀？就今天他来做的 B 超，做的洗，他什么高一点，叫万天再去给他检查一会儿。做的 B 超？有点炎症。吃点消炎药就行了。吃消炎药没啥用。他等个三天几天再检查就回去是吧？免费检查他说。免费检查。行，看看就行了。那没啥事就行，弟弟。没大毛病啊。